吉林玉米带是全球三大主要玉米黄金带之一，目前当地玉米进入了收获期，今年的收成怎么样？跟随记者去看一看。我现在正在位于松辽平原腹地的吉林省农安县，农安县地处黄金玉米带上，眼下在陈家店村9000多亩的玉米正在迎来收获期。今年玉米的长势啊非常好，个大饱满，色泽金黄。像我手上的这根呢，它的单棒重量呢大概就在半斤以上了，籽粒呢非常的饱满，大概能够达到20行左右。上两天我们进地测一下产，今年的亩产在2600斤以上，今年又是个丰收年。今年在陈家店村，当地推广了新型调耕技术，让保护性耕作再升级。大家看到的跟在收割机后面的这台农机啊，叫做调耕机。调耕机驶过的地块，秸秆带和种植带呢被间隔开来，这样在来年播种时呢，既保证了秸秆还田，同时在播种区内呢没有秸秆覆盖，有利于地温的回升，可以解决出苗率低的问题。我们通过这样技术呢，有效解决了当地那么因为秸秆量大、全量覆盖还田导致的地温低、影响出苗、农机农业结构度不好的问题，那么实现了黑土保育与粮食稳产增产的协同发展。